感到无助。我们抱怨环境，抱怨世人，更多的是抱怨自己。主啊，我们要在这里向你诚心的唱歌。其实我们真正想抱怨的就是你。当我们回头看那走过来的路，竟然总是泪水与欢笑，很多很多，我们不禁要抱怨你了。我的父，你为何离弃我？苦啊，我很苦，食品不安全我苦，治安很乱我苦，有店涨价我苦，政治混乱我苦，考试那么多我苦，薪水不够用我苦，中华民国万万岁我苦，家庭不和我苦，夫妻不睦我苦，二妻孽子我苦，全身是病我苦，三餐不济我苦。苦啊，我很苦，经历了这些伤痛我很苦，所以我开始产生了幻想的意念，我就是苦，也开始觉得苦就是我，于是世上所有的苦都跟我发生了关联，因为苦就是我，我就因此而更苦了。主啊，我要因此而更强烈的抱怨你，我的父母为何离弃我？主啊，赦免我，苦是因为我们自己决定要受苦，我们决定不看你恩典的景象，我们决定让过去过不去。主啊，你说你一直看着我，一切你都看见了，每一段走过的路我都不孤单，因为有些路甚至是你抱着我走的。你说这走过的路将成为你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将成为你恩典的记号，所以这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不是随机发生的，都是你恩典的安排，每一段过去都与现在发生紧密的关联，恩典和谐的关联，那些泪水的过去也是这么着恩典和谐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轻易拒绝了你恩典的记号，于是我们开始对抗那无可对抗的过去，所以就让过去过不去，我们开始与自己过不去，又开始跟别人过不去，我们选择为难自己，苦读自己，所以我们落入了更苦的绝境。主啊，我们愿意领受你恩典的记号，我们开始体会那无可对抗的过去其实是不必对抗的过去，因为那些都已经过去了，而且是无法改变的过去。过去不能改变，其实也不必改变，只要我们体会出那是你的恩典的记号，我们不再枉费力气去改变那不能改变的过去，看着你的记号，我们不再枉费力气去否认去对抗这些记号，不必再枉费力气，以后我们就有丰盛的力气活出每一个漂亮的现在，我们的生命力就因这个漂亮的现在而更加丰盛起来。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从你的恩典那里来的，所以我们有宝足的生命来尽心尽性尽力尽力活在你临在的每一个现在。主啊，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力活在每一个现在的时候，我们不禁还是要问，这个活着的是谁？有时候我们真的活得好累，因为我无法做我自己，你创造我的时候的那一个自己，我要当奴工，所以不自主的过劳到半死不活，我要当演员，所以总是要扮演着别人给我的剧本里面的角色来演，我要当明星，所以必须努力在众人面前装扮好形象维护尊严，我要当超人，所以不能承认自己会累，可是我真的好累，主啊，我真的好累，救我！我仿佛听到你在逼斯大尺的声音，你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是的，主啊，要你救我之前，我得先起来，以我的真实的身份起来。感谢你在我们之间，也让圣灵充满在千惠传道的身上。通过传道的口，我们要领受到我到底是谁。就像当年摩西问你是谁，我们也渴望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是谁。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要读的圣经有两个地方，首先是罗马书第九章20节到21节，罗马书第九章20节到21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
受造之物岂能对他，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到21节。提摩太后书二章20节到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接下来的讲到，今天传道会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我的名字叫珍珠，我的名字叫珍珠。